来，开始。Hello， 各位模型大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皮特人最喜欢模型的阿燕。我们今天又来到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利友 PB 宇宙。今天的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两个。今天只有你看，我不是每次都五箱乖乖，两个很好吧？每次都要解释一下，不是很好？会不会有人哪天突然来看全部的这个利友 PB 宇宙系列来数你的模型？应该不会吧？有那么那个吗？例如说，你之后的 有这么疯狂 fancy 吗？搞不好你之后有女朋友之类的、啊。不能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先开，我们先不要想这么。不能让女朋友知道。这个我们不会那个，我们不会出卖你的。哦，好。我们说这个不是你。我怎么觉得一下就被那个了？那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吧。好啊。这个叫做什么？钢弹 Dynamis。所以是什么 ？Device。哦，就是 Metal Build 那一盒，对 ，Metal Build， 终于到了，对啊，终于到，干怎么撸了一下，算了啊，这个、哦、因为我只有买一盒啊，所以它就一定会被贴、哦。那这个会拍到那个，我们先把它，好，把它倒下来，好，再倒下来，哦，就两箱， okay, 好，开箱吧，看一下，这个应该会开吧，这样我要马赛克，啊，帮我把它稍微撕起来可以吗？等一下，好，我就码整个画面。我现在马赛克今年默默提升，可以了。大家现在刚刚就应该是看到很多马赛克。这一盒其实，当初在预定的时候还是很好买的状况，大家都不要做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不这个就是后面有背包的那一只，瓦嘎拉奶，对、啊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是那一只力天使。没错，力天使。正在利友在倒的时候。抽真空哦哦，塞，它好绿。你应该不会想要现在煮起来看吧？没有啊，等一下就看一下，加减看一下，就看一下。那我们还是照惯例啦，就看一下你想看的部分就好。这东西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啦。不然这就是你怎样？你这么有自信？超有自信啊！我靠！因为它是那个、啊、不会渗进去啊、哦，它是界面解离剂啊，你只要喷的都超好吃的，好不好？那你不要碰到别的东西。对啊，然后等它、那個，因为其实也是有别的东西是怕这个 W， 它装回去。我刚刚是想说这个啦，这种痕迹它会完全消失吗？会啊，它现在就是在等它挥发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来回来看。好啊，那就先放回来。不过我觉得怎么了？你的判断应该是很准确了。哦，好，我们回到这个。会啊啊。我要怎么单？再看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背后合灰。哦，其实这一次主要就是多这个吧，多这个后面的那个后面的两个新的这个手臂，其实是手臂的一种吧，机械是手臂，对啦，但是它叫做那个什么，就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GN 什么 Dynamis Backpack。哎，好了，那要开盒吗？还是我们先看看另外一盒是什么，再来开。哦，因为你说另外一盒没什么好看的，对啊，另外这个如果不开的话，另外一箱就没什么好看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从屁股来开就好了。啊，居然要从屁股开啊！因为前面一样会拍到那个标签、啊。那我们再喷一次那个啊？确、啊、定？可以啦，这哎、欸、啊，你再喷一次，你再喷一次给大家看。对啊，你不觉得这个这样很有趣？但是我没办法拍到啊，就你要怎么这样让我再可以拍到？啊、那我用手把它死命的挡住。好好好，那你从这边喷，对，我从这个角度喷过去。好，那你不要喷到我相机，我超怕的。相机不会，这是电器，哎、欸，一样不能喷到镜头。这是精密电器清洁，这挥发很快，好吧？但一样不能喷到镜头，好不好？那你小心，那你不要靠太近。Oh my god！ 这很有效，好不好？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哦，花的应该够了，应该可以、啊，等它流一下。反正平常也没在用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叫平常没在用？因为我也没那么多电子接点要喷啊。那你可以那个啊，就是拿来撕贴纸。我发现这个比那模型胶好。而且这你说如果挥发的很完整的话，确实是。欸、你冷静，多喷一点，多喷。因为发现它好用是不是，不是我忘记，应该是要喷在这个，让它流下去，它就顺着这个流过来，然后一边撕。好，大家学会了吗？一边撕就可以。你学会了吗？超好撕，你看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刚刚的结果了。那你看刚刚的结果？我觉得还可以啦。这边是这边这个白白是因为我刚才忍不住用力撕了，它就粘到。有没有看利友 PB 宇宙学习科学新知的感觉？
好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箱是什么。神奇小尝试，你看这个意外的好用，等一下挥发完就没有了。那你还记得那罐多少钱吗？你说这一罐哦、喔？对啊，这个电子节点的。电子节点我记得好像200多块。哦，可是应该可以用很多次吧？可以，超大罐的。超大罐的。嗯，但是你就不要用那个、喔，不要用一般的、喔，一般的那个油就比较油，对，它就不会挥发，那个就会很油。哦，因为那有点像有餐细油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有可能有那个成分，所以这个是已经、yeah! 为什么又有？我们上次抽给观众了，所以这次我们没有要再抽给观众了、欸。可以等什么三周年再看看？没有，再看看。我跟你讲，到三周年，啊、这台大家都有了。哦，没有，那时候还会有别的新的东西啊，你就可以继续看下去。反正这个到时候就变成那个 PB 货币就对了。哦，你要跟人家交换用的？到时候用来交换，我干嘛？这个生态越来越奇怪了。OK 啦 ，OK 的。啊，就抢不到美。OK 的啦，就抢不到美。好啦，我们再回来看这次的主角吧。对啊。噔噔，所以那我们这集还是我们就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不然的话你说没有内容啊？对啊，我们这集史上最短的利友 PP 说也没有最短啊，我们的聊天闲聊很多、啊，你可以挑，那我们可以挑战更短的啊？说没有没有，我记得是不是有一期没有啊？就是这一集，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们这一季没有买东西，结束。这一季有、喔、整季都没有吗？对之类的。我们这一期没有买东西。哦，里面还有一个宝丽龙。哇，我好喜欢这个白色的线哦。就这样。对啊。我喜欢这个白色的线，而且这个 GN 这个看起来 bling bling 呢，有点珠光，是我的错觉吗？还是有真的有？没有，是你的错觉，这是炮壳的。炮壳的珠光。对，炮壳的反光。哇、欸，可是这个光剑都有那个、欸、做那个效果特效。你说有粒子感吗？对啊，就是那个粉粉，我们下面有银漆。哎、欸，我们一般会喷白漆嘛，它这个有点像喷银漆、啊，也是一个做法，我觉得不错。哦哦哦，怎样？你想买、喔？你想买是不是？刚刚我只是想看一下这个啦。哎、欸，这个我觉得也不错，这个设计就是那个、哦、怎么讲？他们那个 OS 那个系统界面的那种，对啊，黑白设计。然后你看这边还有个 Hello 球，多可爱，超赞的了。嗯，还有四把小枪也太多了吧？这没有，这就是这一次的特色啊！因为背后的手还要装两把这样。没有，这两把其实可以有两把是可以放在盾牌背面哦。它、啊、这边这个接点都可以用那个零件拔下来，都可以换。好像蛮赞的。对，这个其实你现在看这边，其实都是那个挂点哦。哦，他把它盖住了。对，这个拔起来换个零件就可以变成枪套的那个挂点，就可以挂那些枪。那、嗯、枪、啊、套在哪里？你说这个就这个吗？还是有别的？不是，有另外的。哦、那个零件在这个里面，在这个里面。那你这要开吗？就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对啊。说明书如果你没有要看就算了，你就看看机体的样子、啊。先不动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开？看你喜欢，没有，我想一下啊，看头重脚轻，这边是这边头吧，那我要这样子开吧。我之前我记得有一集我叫你切摸型嘛，对啊，但是我其实是想要叫你切佛型。佛型，那佛型跟摸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其实我比较喜欢佛型，因为佛型就是左右开，左开或右开嘛，就像翻开书这样子，我是比较喜欢。哦，啊摸型就是有点像翻往上翻开，有点太长了。对，可是我那次切，我有切错吗？我切成什么？我也忘记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没有，我们切很多次，有一次是真的是切，哇，直接上开，就是这个啦哦，这个就是你怎么知道枪的那个？你是都看人家开盒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没办法，我们就是比较慢呗。哦，慢一个月了哈。对啊。OK。哦，看看这个头，看它。盖在被子、欸。你看他这次好特别，你看这次他都他把这个夹住了、欸。对啊，都就是你，所以你要打开，啊、你要先把它关起来。啊！看太阳炉之后再把它关起来，这样子。怎么把人家从被窝挖起来的感觉啊？对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这样很不人道哎、欸。不会啦，人家在被窝里暖暖的、啊，你看都没穿裤子这样。那、啊、你早点睡觉就不会有起床气哦。好了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那头让我看个特写。好，你看啊。这是第一次的 Dynamis 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之前已经出过了。之前有一个那个、啊、R3 啊。哦、oh.。我记得是 R3 吧，黑色的，然后是那个谁，提耶利亚的。你看这个可以直接这样，啾，狙击镜。不错啦。对，好吧。涂装应该也不太一样吧？
差不多啦。欸，它这个紫色是直接用一个这种反光又有点亮亮的这种材质，也不错啦。好像也没有到珠光，但是有点反光亮亮。这次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觉得好奇葩哦。但是我还蛮喜欢的，就盖被子夹住，好好笑哦，还可以啦，超好笑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次的利友 PP 之后就这样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们再就是等，要等欢庆六月，等六月，可怕的六月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六月超可怕，超级可怕。先预告一下，超级可怕。每次你都没有跟我讲，到底有什么？这样才会期待啊！如果都知道就不期待。欸，好了，差不多了吧？我们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欸，什么事情？就是你是说收行李的部分吗？对啊，不管是收行李也好，或者是对不 對, 对？就是我们拍一下这个 logo， 就是赶六点就是要抢 PP 呀。然后大家如果看到这影片的时候，已经都战争都已经结束 了, 结束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对啊，都已经尘埃落定了。嗯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时间。哇，还好，5:17，还好。这个。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喜欢看利友买更多。嗯，虽然这个是借我验一下，但是如果想看利友买更多，就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们就下一回的利友 PP 宇宙见啦。叮，好，眼睛要亮一下。那你要去战斗了。没有啦，还没有啦，现在才时间还早，还行。啊，先这样。对 ，OK OK。你要把它塞回这个吗？对啊。真的是没了呢。就跟你讲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就跟你讲，很好用。虽然有一点点痕迹，而且不是这个痕迹是，其实是我觉得我没有，我刚才喷的顺序喷没有喷。应该说可以用更少的量，对不对？让它更不是，就是应该是你要喷在那张贴纸。我知道那样就是为了让它的量变少，你就不用喷到那么多溢出来，没有碰到胶的，就是更多碰到那个胶的部分，那这样就会用比较少。没错，然后另外就是说不会像现在这边它有胶在这里，这样就不对了。你刚刚太急了，对，我太急了。OK 了，这个胶都还在这，这样子。好耶，忽然觉得这罐好有用啊，超好用的，好不好？WD40可以寄一箱给我们。